各位青春制作人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炒好饭有问必答电话亭。喂，你好，快递。喂。你好，快递。快递。你住哪？这个这么晚上，这么大晚上还会有快递吗？对，快递。请问您住哪？是吧？你办证不？啊，你不要骗我了。请问。炒好饭。这么快就被认出来了，好不好？你好，你好。就是我们最想跟你说的，就是真的有很多人都认识你，然后特别喜欢你，然后喜欢听你唱歌，喜欢你的声音，就是你什么我们都很喜欢。然后总决赛的话，就是也会有很多人去给你加油的。好。然后你也不要太有压力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然后你是最棒的。他们要让我跟你说，然后让你保护好嗓子，注意身体，然后少吃雪糕。然后我们想听你唱粤语歌，可以，你听什么歌？现在吗？必须的。粤语歌或者林俊杰的歌都可以。林俊杰的歌。然后不许唱那些你很冒险的梦。换一首。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，像躲不过的暴风雨，淋湿在昨天想起。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，那爱笑的眼睛，再见爱情，我一定让自己坚定。我有点紧张。哦，别紧张，谢谢。好紧张。唱得特别好。告诉你，那你有什么想要对你的粉丝说的吗？希望我们可以在各自的领域好好努力，希望你实现自己的梦想，然后你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，然后希望你身体健康，然后希望你找一个好老公，幸福快乐。我有老公也有小孩。对不起。祝你的小孩跟我一样，以后长得跟我一样帅，好不？谢谢，我希望以后能看到你的演出，然后也会去看你的演出，然后期待你有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。没问题，加油，行，因为你特别棒，真的很多很多人喜欢你，所以一定要自信。我开始逗，我知道，谢谢你，你早点睡哈，早点休息。好的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感谢你们，感谢我的青春制作人，感谢你们。让我在没有被发现的时候及时发现了我，看到了我这个小透明。然后你们受累了，你们辛苦了，感谢你们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